我来寻宝一下。懒懒说他来这边晒袜子。对，因为我袜子就是忘记洗了，然后消毒一下，是晒干一点。好，然后我把它，他把它，我把它放一个不会影响美观，不会影响到就是我们乐天形象的一个地方。一起来。球场看到蔡瑞雪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可以来？欢迎女神邀请团，女神邀请女神。今天是动子趴的第二天，今天的表演嘉宾也特别多，像是在我们东区舞台也有三的孩子，然后以及赛前还有晚安大团长，以及我们乐天女孩也会有开场舞，赛后呢也会有动子雷射秀，周志崇与宝岛材料行，以及我们的球员陈柏豪、小鸡，不止如此，还有艾薇以及品冠都会一起来演唱哦。那现在有没有听到一个甜美的歌声？就是我们的若彤。今天中场也有表演哦，期待一下今天的表演吧。现在是团长的彩排时间。多久啊？看了总监7749次，练了9981次。天哪，这个台词好像很常听到。哦，这什么？是啊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大小姐。对。十号队友们，站不站起来？我们要跳舞了。陈哥，访问一下，练了多久？我们这个表演一天吧。一天。昨天练。昨天才练。我练了2个礼拜。哈哈哈哈哈。比较需要时间学习。可以啦，礼拜十年后就还是这样子。怎么了？练到不能，太有型了，太有型了，天哪，真的，对，期待期待。好，那时间关系呢，我现在也要回去带乐天女孩，等一下也要准备开场舞的练习哦，走。我来寻宝一下。懒懒说他来这边晒袜子。对，因为我袜子就是忘记洗了，然后消毒一下，是晒干一点。好，然后我把它，他把它，我把它放一个不会影响美观，不会影响到就是我们乐天形象的一个地方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是出来看不到它。对，我现在正在晒日光浴哦。找不到对吧？我来找一下，我来找一下。如果是我，一定会晒在这种网子上啊。但是如果以懒懒的思维的话，我想一下，哇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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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这里有袜子，总队长做出来，对。大家有什么会没干的，我们就拿出来晒，就把这里当晒衣场的。然后在进场前要收回。走啦，练舞啦！耶，我们要练舞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又是那种身高差的距离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动子趴有新舞，对，好期待啊！而且最喜欢看大家准备的服装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大家自己准备就可以很符合自己的个性啊，然后想要表达的那个衣服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会看到各种物，哎，真的是很用心搭配。我是特别喜欢女孩自己搭配，就是给大家一个主题，例如说，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牛仔加黑，那你可以自由发挥。我觉得这种自由发挥是最好的。没错，期待。好吧，练舞练舞。我们的蓝队长要分享他的小秘密，气垫款的哦，还跟今天的 KK Bus 发有关。现在来换我的鞋垫，好，你看，这是我原本的鞋垫，对，
我多认真跳应援，你看跳到鞋垫都垮去。哎，你看，这里原本应该是黑色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它就是被我藏经年累月这样这样，一直踩，一直踩，一直踩，雀跃的小脚，然后就磨到变成这样子。哎、欸，那你的重心都多认真，多认真，重心都在脚后跟呢、欸。你可以垫着脚跳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鞋子里面前面是没有的哦，是不是这边破掉了？磨到破掉，就是各种磨这样。这边都是。我看了，我看了。羽毛球啦。我、哦、真的哎、欸欸，真的是很用心哎、欸。爱与希望的。是的。刚刚都是硬的。是。接下来要换新的气垫。刚刚退役。退役的鞋垫，它塞不进去啦，太高了啦，拖鞋了啦，有拖鞋啦，进去一点点啦、啊，150、160，有变高哎，有150、160，而且怎么样？弹弹的，还不错不错。我们今年年底就是这一季结束，我们来看一下气垫有没有爆掉。好看它有没有脱皮，脱皮跟爆掉。对，今天赛后不是有陈柏豪的演唱吗？而且就在我旁边。Hello， 你紧张吗？紧张吗？是还好，因为之前在前队有唱过，所以还好。但今天应该蛮多人，那小小的紧张还是要。我今天其实有听到你在练习。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我觉得其实还，你觉得还好？还没开场，还没开场，但其实听起来是不错，大家真的可以期待。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你要唱什么歌可以唱？瘦子的《Something I Don't Know》，就是比较属于。叫秋一点的歌啊，下一首是吴先生的《四爱动物》啊，意义蛮重的。可以，那有没有机会先副歌来一段？现在要唱可以吗？副歌来一段啊，等。四爱的动物啊，别怕，我们都总得在这手电上，是吧？谢谢柏豪，期待一下，真的期待一下，尤其是今天进场看动他的朋友们，大家期待一下柏豪上场唱歌，没问题的哦。准备要开场的大家，现在正在练舞，卡好，开场舞要第一次表演了，紧张，哦，应该是很期待吧，不要紧张啊，加油，加油。不像晚安大小姐，你像一些礼仪社的。哇哇哇，大团长，大团长，哇哦 ，AB 很帅哎，哇塞，好帅哦，好帅哦。你们这些人太失礼，笑太大声了吧，好好笑哦。哎，掉了啦，怎么啦，怎么掉了啦，加油了，换我们了，最美乐天女孩，加油，哇耶，加油。真的，真的就是超好，有点太好，太热，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，我以为会下雨，哈哈，天气真的非常的热情，刚好迎接我们动子第二天呐、啊，好不好？第二天工作没？没错，今天也要马上胜利哦，加油！小王赛开始。
不是我们最帅的男团长吗？哎，可以耶！来来来，陈哥的突破初登场哦，今天唱现场。超羡慕大乐区的女孩们，好爽，那边晒不到太阳，然后我们这边直接变光。 Oh my god， 哇，真的好久没听到的版本，以前的这个版本是另外一个版，然后是电子乐嘛，那现在是乐团版。哇塞，颜红军！
喜欢啊，很热血耶，然后第一次跟着跳。这是你第一次看球赛吗？不是，我之前有来这里开过球。哦，是吗？对。他还有唱他的单曲，对，我的单曲。很快乐。我也希望有机会也欢迎你来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就继续享受一下我们动词趴最后的时光。OK， 今天球赛结束，我们明天见。喜欢话记得帮我订阅、再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们。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